美方近日称将与欧盟、澳、日、加、英、新西兰、台湾密切合作，对俄实施出口管制。民进党当局随后称将参与国际社会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。对此，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指出，民进党当局借乌克兰局势频繁蹭热点、碰瓷，再次暴露其顽固以外谋独、千方百计贴靠、勾连美西方，企图掩盖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，达到谋独目的。正告民进党当局，台独是绝路，再怎么折腾都阻挡不了祖国完全统一的进程。奉劝一些国家恪守一个中国原则，停止打台湾牌。